い。双眼鏡。機銃隊を準備させろ。はい。はい。突撃。小日本也见识见识，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，给我打！确实有一堆鬼子朝这个方向开过来。太好了，有肉吃了。团长，可是这不是团长，你看。一个中队啊。几个观察哨都这么说，这不是一个中队，这是一个大队。团长，咱们怎么办呢？你怎么慌成这样啊你？来了，咱们还能回去啊？一个中队也好，一个大队也好，反正都是小鬼子，来了就得打，来多少打多少。好，准备，准备。拉！一团和鬼子交火了，多少人吧？原来情报说是个中队，现在是个大队，还外加了一个迫击炮小分队。来势汹汹，刚才这次算是碰到对手了。
報告。伊藤少佐部隊が金陵村で待ち伏せにあり、戦車渋滞は。国少佐、中国部隊が撤退始めました。撤退？絶対に奴らは生きて帰さん。命令を下す。部隊は全速前進。おい！は！集合！はい！報告！第1大隊はすでに包囲を突破、進展に向かっています。第2大隊もすでに反撃を開始。山本、中国人も肩なしだ。反撃するだけで撤退してしまう。大佐殿は中国の弱みをよくご存知で。板垣に通じた。突破した後包囲しろ。命令、戦車中隊は全速前進。中国の防衛線を突破しろ。はい。小鬼子，让你们尝尝我独立团的厉害！大家预备！一团二团那位怎么样？一团二团已经进入预设阵地，包围圈很快就会形成了。
咱们要是撤了，刘铜锣带回平东会守不住，咱们死也要死在这儿，听到没有？是，到到。怎么样了？暂时还没有消息。李总，三团长回来了。李总，我回来了。辛苦了，李总，我请求再上前线，我和我的弟兄们还憋了一股劲呢。知道你们辛苦了，现在弟兄们包扎一下伤口。吕总放心，我只是破了点皮，没事，死不了。去吧。是。二营长牺牲了，那你去，团长，我行吗？我说你行就行，一定要把小鬼子给我打下去，听见没有？是，去。这招叫做请君入瓮，兵书上面写的。以后啊，老子也来个兵法，叫什么名字好呢？铜锣兵法。这个名字我喜欢。二营的战士，带着手榴弹，跟我走。其他的战士坚守阵地。是。二营，走。走。Yeah!
什么？人是活的，阵地是死的。哼，我们是来杀敌的，不是来守阵地的。小鬼子这一撤，肯定又得来一番轰炸。我们先躲一躲，等一会儿小鬼子再上的时候，咱从腰部再插他一刀。营，跟我走。是。去那边。是。是。走。撤了吗？增援的鬼子受到了一团的阻击，现在被困在松林洼，我已经撤不下来。撤不下来？一团团长说，他们现在跟鬼子纠缠在一起，如果往回撤，无疑只是活靶子。伤亡已经过半了。团长说，如果他活不下来的话，麻烦您给一团找个好团长。现在不是说这些丧气话的时候，立即给我垫高方杠子。既然撤不下来，就给我凶猛玩命的往上顶。他一团打光了，还有预备队上，预备队打完了，我李平山会带着直属队上。是。我说你行啊，刚才那仗打得多漂亮，现在都是营长了，下战战斗就看你们赢的了。团长，我们的伤亡太大了，我们营被打的只剩下17个人。对，我们营也就剩下10人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撤！我知道，你们几个小子，啊，刚才站在那儿，就是想跟我说，撤。其实有的时候，我脑子里边也觉得，撤呗，不丢人。咱们团打得多勇猛啊，炮也没有，重武器咱们也没有几个，这鬼子不是被咱们压着没打上来吗？这仗打得多漂亮啊！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师长每次都让刘铜锣去打前锋？因为他聪明，鬼点子多，总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。我不行，一根筋，就像我爹给我起的名，杠子，啥意思？杠头吗？杠头有杠头的好处，打防守他可不行，再难防守的我都能防住。团长，你不用多说了，咱们团的同志们个个都是杠头，对，要杠杠杠到底。行，我是希望你们一个一个都比我杠。你们看看，那些死去的同志们，咱们现在要是撤了，他们会答应吗？你会答应吗？不答应。你答应吗？不答应。这可是你们亲口跟我说的啊，那你们一会儿就跟紧了，见着鬼子就往死里打，打死这帮狗娘养的，给这些同志们报仇。Thank you.
役者は揃ったな。他奶奶的，这小日本还挺扛打呀。報告。第二大隊臨時指揮部は中国を襲撃を受けました。大隊長と中隊長2名はすでに死亡しました。第二大隊は右翼の州となり勢力低下しています。何？それに第三大隊から敵は残り400余り、陣地を縮小しています。大隊長からすでに死ぬ覚悟をしており、死んだ時には遺骨を日本に持ち帰ってほしいと。奴の遺骨になど興味はない。自分が望むのは彼の先行と栄光と共に日本に帰ることだ。はい。第二大隊に伝えろ。小隊長に引き続き戦闘指揮を取らせろ。はい。吕总，咱们这仗打得太窝囊了，连小日本的脸都没瞧见，被人大炮压得抬不起头来。日本人的火力优势太明显了，这么耗下去，咱们的部队拼光了也守不住。传我命令，通知旅支数队，从侧面攻上去，一定要把小鬼子炮阵给我炸了。是。李总。还有多少发炮弹？还有不到二十发。告诉炮兵，给我瞄准小鬼子的炮阵打，掩护旅直属队。告诉二团，正面进攻日军的军队。是。机枪掩护。是。戦いはまだ原始的だ。こんなやり方、あまりにも無策だ。
小鬼的炮弹炸伤了，快送医疗队！是，大人。报告旅座，一团的防线已经被鬼子的战车部队突破了。一团长呢？牺牲了。什么？一团长牺牲了，全团都死在战地上了。一团长，陈德才呢？陈德才的人呢？张旅长说，根据上峰命令，已经全部撤回武汉了。已经把一团的消灭了，他们马上就迂回到我们的后方。船长，告诉弟兄们，退守淮安城。还有，给新四军明码发报，告诉他们，我们已经全部退守淮安城，请他们进入淮安城，袖手不放。是。快！全体撤！快！撤！速度都快点，快撤！快！快跟着！希望我们一起退回红安城。嗯，对。
立即通知方杠子，让他们也尽快的撤进红安城。是。小陈，团长，说。我们冲来，再不走就被包饺子了。撤！撤回红花城！撤回红花城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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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，快点！别住啊！報告。中国軍は完全撤退し、ここから港湾まで。
给我，别让人进来。出去。好久不见。见个屁！你干什么？是被你撤退的，知道你撤退害死了多少同志吗？这个我当然知道。什么狗屁的国共合作，你们国民党就是要逃跑，要不是你们逃跑，我们不会打得那么惨。干他，你冷静点。冷静个屁。你们就知道要撤退，我方战死的同志们都是十八九的孩子，你给他们偿命啊。张子，你只看见我的人撤退，却没看见我死了多少兄弟，更没看见我阻击了多少鬼子。哑巴，你，你们俩不是要打吗？老子陪你们打。刘多罗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谁让你小子撤退的？老子本来是打游击的，你们先跑了，老子差点给日本人包了饺子。那是因为他先撤退的，是让他让我撤退的。谁让你撤退的？你以为我愿意撤退吗？程德才临阵脱逃，老子要不撤退，我们早就被包抄了。这一拳是我为我死去的弟兄们打的，你小子还打算算旧账是吧？这一拳是被你开枪打死的安娃子，一提安娃子我就生气，我打死你安娃子报仇。刚子，我有句话要问你，戴奎兵，我问你，这几年是你偷偷照顾安娃子他老娘的？是，我让弟兄们去看过他几次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他是你兄弟，也是我的同乡。我替你尽一份孝心，还算你小子有点良心。这和有没有良心没什么关系。我敬佩他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，所以才这么做的。他们就在这里面。哑巴！你让开！曹队长，多罗。什么呀？你们是不是兄弟啊？你们是不是红安人？日本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，你们有本事去跟日本鬼子打呀！你们在这里都算什么本事啊？报告，東急司令官からの電報です。読め。青木連隊はすぐに反撃をし、2日以内に港湾を取れ、すでに田中第24重砲隊を支援に送った港軍も小隊と中隊、指揮官の30名を送りました。犬を殺すのに銃を使うのか。こんなに援軍を送るとは、中国人の顔を立てるつもりか。もう一枚機密電報です。港1を使えますか。明日には明日の風が吹く。未来は予想できない。
司令部の本当の意向はここで品軍に邪魔されるのを嫌ったからだ。だからこのような電撃作戦を採用した。対策課は資料が深いですね。山本、明日の朝空軍は我々に防毒具をよこす。行って受け取ってこい。はい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不忍心看着阿娃子受这样的折磨，就一枪打死了他。你慢点比划。就这样，我跟刘玉民的关系也彻底决裂了。我一进去，后来爬不起来了，我还差点死在了刘玉民的手里。原来是这样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哪有机会说啊？只要是见了面，就往死里打。兄弟打兄弟，真像是做了一场噩梦。慧萍，对不起啊，错怪你了。没事，刚才我不是也打红了眼了吗？哎，要不是我手下留情，你早被我打倒了。行了，别吹牛了。刚才我要是晚进来一会儿，杠子早把你掐死了。你别瞎扯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些年我好多次差点就死在你手上了，就是用刀砍的。我身上也有刀疤，也是你砍的。后来还感染了，差点也去见阎王爷了。哼，那是你活该你。你个混蛋，给我看看。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早就没了。一个大男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来，给我看看。来，干什么去吧？看看行了。慧萍，我们是真的不知道，这些年你遭了这么多罪。彼此彼此，你们不是也因为我受了不少罪吗？你说咱们以后能不能不要见面就打呀？这之前啊，你们是各为其主，难免有冲突。现在是国共合作，我们不是又团聚成一家人了吗？以后啊，你们三个兄弟要齐心协力的打日本鬼子，争取尽快的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。弟兄们，精忠报国的时候到了。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兄弟这份情永远不会变。好，大哥，我记住你说的话了，我们是一生一辈子一世的兄弟。对，大家都是一辈子的好兄弟。说，独立团来电，他们跟一团已经撤回了红安城，现在跟大慧平的部队已经汇合了。好啊，在民族大义的面前，这三兄弟终于又走到一起了，真可谓历尽劫难，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。师长您看，铜锣和杠子联合申请，他们想跟国民党的大慧平一起守城。很好，立即给铜锣和杠子发电报，让他们尽量的配合友军守住红安城，一定要拖住敌人突进的脚步。是。敬礼，立兵，向前拨动。敬礼，立兵，后退拨动。这是翟叶兵、暗娃子等四位贵军将士的骨灰，他们死后我以对待战友的规格对他们的遗体进行了火化，现在我正式把他们的骨灰交还给你们。
这帮小鬼子居然空运物资和装备，看来是想把环城拿下呀！是啊，别看这座城很小，可对整个鄂豫皖地区来说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。这一点，小日本看的是清清楚楚啊！看小鬼子这回的阵势，想守住红安城不那么容易啊！想不到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刘铜锣。 也能说出这种话来，你这好像有点仗着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的意思吧？我这说的是大实话。这小小的红安城，你守过，我攻过；我守过，你也攻过。可是咱们当年的攻守级别跟现在比起来，那不是小巫见大巫。慧平，听到没有？现在的刘铜锣可不是你当年认识的那个土匪山大王了，他现在可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官。 大哥，跟你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你们的真本事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我是担心啊，这要是仗真打起来，你们两个偷奸耍滑，不瞒你起怎么办？偷奸耍滑是说你们的吧？我们共产党才没这样的事儿呢。那咱们战场上见的，到时候看谁偷奸耍滑。哎，哼，跟你们开玩笑的，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们呢？不说别的了。 这架飞机干什么呢？这是敌人的侦察机，在侦察我们的守备情况。这也太嚣张了吧！啊，一炮给它轰下来得了。飞得那么高，你能打得着？铜锣，啊，看到这种情形，你猜我想到了什么？想到当年我趴在飞机翅膀上为你守榴弹的事儿了吧？也就是你啊，能干出这么绝的事儿。对呀，那时候不就是一通机枪扫射给他打下来的吗？ 那个时候啊，铜锣为了打我们都不要命了，飞得低，所以用机枪也能扫得到。小鬼子可没铜锣这个胆识啊！而且日本人开的这架是侦察机，要比普通的教练机先进多了，没有专门的地对空武器，根本是打不下来的。哦，看来这侦察机过后，哼，轰炸机就该来了。难免不了一场恶战。告诉你，中国机要碎的，撤退を始めて始めています。残念だな。 逃げ出してしまったら、こう一期を味わえないじゃないか。しかし見てください、兵士をしっかり配置しています。中国の言葉で言うと、灯籠の釜だな。胡平，你给你们军部发电报了吧？他们有没有援军啊？看看。 看看吧，这是一早接到的电报，师部命我部24小时之内撤出黄安。现在我站在这里，已经是违背了军令，更不用说还有什么援兵了。你们国民党太不仗义了！哎呀，你们这国民党实力是不小，但就是派系太多，分帮分派，个个有自己的算盘，打起仗来啊，光知道保存实力。 根本不考虑整体的战局，这样下去啊，你们国民党迟早要完蛋。岂能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我心吧。哼，这句话你说的还挺像个爷们儿的。我和铜锣战死在这儿也值了。行，咱就让小日本看看，咱们三兄弟联手的厉害。<笑>
情况怎么样？小日本这火药太足了，咱们还没有见到人就一通炸，这样打太窝囊了。他奶奶的，这小日本还真是太有钱了，这一会儿扔了多少炸弹？咱要是像这种打法，还不被师长骂咱是败家子儿啊？你以为还是拿着大刀冲锋的年代吗？现在的战争还没等你交手呢，就可能被消灭。不行，得找机会把小日本的飞机给炸了。要想掐死日本的空军力量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捣毁日军的机场。哎，那咱就端了小日本的机场。报告师长，飞机已经开始轰炸红安城了，我军现在损失惨重。知道了，看来他们真的是狗急跳墙了。师长，咱们还能坚持多久啊？孙子兵法，兵禽主速。现在看来，敌我力量悬殊很大，我们一下子无法阻挡他们的进攻，那也必须缠住他们，拖住他们。绝不可以让他们长驱直入，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看一看中国人同仇敌忾、誓死抗击倭寇的决心。立即给铜锣他们发电报，让他们可以放进一部分日军，跟他们缠在一起，让他们发挥不了空军的优势。是。怎么不炸啊？炮弹过后，鬼子就要进攻了。这太近了，走。壁に穴が開いた。部隊に連れろ。総攻撃。上重机枪，快！是。you
奶奶的，小鬼子敢来，就让他们的尸体把这口子给我填上。小鬼子也不禁打呀，这才打了两发，人就没有影了。以为咱们红安城这么好打的？同志们，准备冲锋！哎，别动！等等。把这铁家伙先干掉！等等，跟我来！好，掩护！你们跟我来！是是。空軍の支援があり、戦車で道を開いた。しかしながら中国人に負けるとは、なぜだ。大佐殿、奴は中国人は頑強です。敵の戦闘力は想像以上であります。中国人はそんな戦闘力ではありうせない。板垣。お前にはあと2時間の猶予がある。もしその間にこの公安を取れなければ、お前は腹を切り、陛下に謝罪しろ。
報告します。風はなんと風速 4.1 メートル。発射。はい。炸弹怎么是这个颜色啊？大家快，有湿布、毛巾捂住嘴，有毒气。有什么怕的？你怎么这么娘们呢？你快点，是毒气。毒气？卑鄙！日本人真吓到了。使用毒气这是违反国际公约的。小日本生性残忍，还管什么国际公约？小鬼子就是一帮畜生。所有人用湿布和毛巾捂住嘴和鼻子，把医疗队叫过来，快去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日军突然开始使用毒气弹，我军伤亡惨重，基本丧失作战能力。现在他们请求撤退。赶快发报，让全体人员迅速撤离红安城。是。这真是惨无人道。子越，小人有勇而无以为道，这种凶残之徒，小人不及，畜生不如。被毒气熏过，无法坚持战斗了。我不甘心把红安城留给小鬼子，你们赶紧撤吧，我守着。快点，杠子，你现在是指挥官，你要清楚你的责任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守护的阵地还没轻易放弃过呢。回来，我得去。你别睡了，师长都已经下命令了，所有人都要撤退，不能停留。哎呀，你和铜锣先走，我掩护。一团，一团，扶上。住手！杠子，杠子，一团，给我冲！是。两团，不能撤离。快撤！快撤！跟我！跟我来！
伤没事吧？没事，死不了。好好养伤。大哥，回禀，保重。后会有期。兄弟，同志们，出发！